Hello， 大家好，我是阿伦，我现在人在韩国的江南。今天呢，就是要来揭秘，因为很多人都会问我说，为什么韩国女生可以看起来又白，然后又漂亮又精致，到底是为什么？我就邀请到了我一个好朋友，贝拉。没错，就是在韩十年，而且她要打入就是那个韩国的大公司里面哦，而且现在还是主管级哦，想必是知道很多在韩的秘辛。有啦，就是主管或者身边的同事都会偷偷说一些，我都偷偷记下来了。难怪你现在也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白耶！搞什么？哎，可以放一张之前的照片吗？好啊，1.0 版本。现在是几点？现在是3.0。我现在已经3.0。好，今天一定要好好跟我们分享就是变美的秘诀。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Oh my god！ 你要带我到什么地方啦？卖掉吧，真的没有什么人知道。这边看起来，这一看起来很神秘，它还有骷髅，而且很高级耶，是不是？就是江南我们上班族才知道的。怎样？它可以干嘛？等一下，我跟你说。怎样？你说你是不是最近觉得你的什么眼袋很大，很多不满的地方？对，卧蚕啊。还有什么法令纹？法令纹对，最近就是鱼尾纹跟法令纹有一点点很明显，因为我就是年纪大了，而且你常剪片，你的肩膀一定很不好。我有点乌龟颈，就是这样。所以我跟你说，你等一下来这边，脸就唰变小，然后皱纹就消失。这该不会就是你的那个什么年看起来很年轻的？我就是，我现在40岁了，大家。你三可以讲吗？可以啊，33吧，33，但完全看不出来，看起来比你年轻哦。对。所以都来这边，现在才跟我们讲。我跟你说，除了医美之外，你的体态矫正跟你一些姿势的矫正都很重要。这是好吧？是什么？怎么现在才讲？那我是不是带你来了？还好你还是有跟我来。对啊，小胖现在要保密。好像在叫我们哦。欸是吗？是可以进来看我们的吧？我就好紧张哦，等一下。我很期待，总总。好好好，走。所以他会帮我看很多问题。就是当你刚刚先帮你做诊断。比较紧张，老师会把你的缺点全部。老师，老师，安静啊！我先给大家静态一下。其实你就是一些小小的地方感受不到，我们给老师评价，老师很掌握。评价하지마세요사실얼굴형으로제가봤을때는크게문제점이없어보여요얼굴형은예쁘세요고맙습니다네네여기서정면에서봤을때이쪽근육은좀많이쓰시는것같아요오히려그래서他说右边肌肉用的比较多。对，是吗？咀嚼是不是咀嚼肌那边比较大？我觉得我两边都很大。그래서웃을때도보면은계속오른쪽을조금더이렇게흘리시면서이쪽팔자면을좀더심해요웃는거좋아해서웃는거좋아해서오른쪽에서팔자면이심한모습이보이고그리고제가한가지더보이는게약간얼굴기대침이있어서눈이이쪽이더내려가있으시고이쪽도올라가있어요어好像是哎，真吗？嗯，이거는머리가약간이런식으로된건데사실은이거는제가봤을때는어깨랑관련이있어보여요이렇게볼때이쪽어깨가더높아요그러니까다시말하면은이런식으로된거죠머리가对，他说你这边比较高，有真的有。그래서저는이쪽승모근이랑어깨라인을좀풀어서떨어뜨리면서머리도약간이런식으로이대칭까지허접근을펴고도록하겠습니다네고개는지금계속이렇게돼있어요그래서이쪽이더높아요요거를약간이런식으로괜찮으세요 네, 네이러고계세요이쪽손으로여기살짝만대서네살짝스트레치네괜찮으세요 네, 네여기이렇게벌리는거예요저는여기이완좀할게요보여주세요통마뭐해보여통아파요아니요아니요조금빨개질수있어요네我之前一直知道韩国很红这种类似物理治疗这种用外界的一些力量，对对对 对, 對，就是按摩的感觉哦，舒服的感觉、嗯，舒服的感觉，感觉如果有人在家帮我拍100分，我会帮你跟小胖微微说的。他妈哟他妈哟，哒哒哒哒 ，Go Go Go！ 我流汗了，人都是这样的，这是变美的过程，请忍耐。但是舒服的啦，哎，现在是重点。对，现在重点最在意的法令纹了。对，大家好看左边右边。现在长这样、哦。没有用，我就是直接那个。네제가해도머리이렇게움직이지마세요네오오오오오오느껴지세요你的表情说明了一切。괜찮으세요괜찮아요他在把
帮你按你的就是鼻翼两侧，就是你最在意的那一块。但比医美不同，很像按摩那种穴道的感觉。哦，再来要帮你往上拉了。이근육느껴지세요？네。嗯，이거이게이근육때문에얘를이렇게올려야돼요。그러면오른쪽이잇몸이더많이보이고지금피부가좀쉽게빨개지는편이어서발사내려놓고손으로좀풀어보도록할게요조금아파요超痛，조금많이아파요괜찮아요괜찮아요괜찮으세요 네, 네지금약간빨개졌긴했는데怎样吗？真的假的？真的不可能！哎、欸，真的不可能啦！真的很神奇啦！我就跟你说有用，不要不相信。不见了，而且感觉这边有往上提耶，好神奇哦！好了，不得不说还是蛮厉害的。对啊，我应该常来哦。要的，要的。哎、欸，换左边比较不痛，那就是表示你脸超歪耶。对啊，所以老师讲的是对的，就是我右边太用力。所以那边按摩起来会很痛，但我左边就没有那么严重。我大概做完了，就是法令纹的部分。哎、欸，我觉得效果超好，是不是？就说吓坏哎！而且我刚刚偷偷问老师，那边一堂课要16万。对，没错。你真的是太花钱的女人哎！我加班这么辛苦，但真的蛮有效，而且难怪你那么厉害，现在整个脸就很绷。其实我刚刚想说，就是可以偷偷问老师一些问题。那我们欢迎的苏阿松先生。안녕하세요，반갑습니다。그러면저희첫번째질문은그이렇게화상화상하면은보통매일해야돼요어처음에는매일매일매일해주시는게좋아요왜냐면처음에는조금만시간이지나면다시원래대로돌아오려는특성이있어서처음에는매일매일해주시다가、네、나중에는뭐이틀에한번뭐3일에한번해주셔도효과가유지가잘되시더라고요대신에그전에매일매일해주셔야겠죠那刚才问一下，明天要做多久？처음에는이제피부가좀많이빨개지시는편이어서 네, 네容易这样红红的그래서자극감이있을때는20분미만부터시작하셨다가괜찮으시면30분나중에한최대한40분정도까지만해주시면선생님저여기네입중토좀심해가지고、네、여기도조금알려주실수있어요이렇게대신간단하게알려드리면은제가같이、네、어슬슬슬다시해보실게요여기손이렇게잡고哎，大家赶快学起来，双下巴，双下巴。그러면여기쪽이들어가죠여기서힘을어하면은여기에힘이들어가요이거처졌던근육이렇게처졌던근육들이위로이렇게올라가게돼요그래서20번삼키시면돼요할수 있으시겠어요어려워요네어려워요생각보다엄청어려워요꿀꺽삼킬때이뚝턱이올라가게됐어요이렇게하면되게지금 맞아요이거예요这个很厉害耶运动了因为上班族我跟你说上班族不可能一直来做可是上班族双下班、嗯、因为你看电脑真的会让低头低头族最近大家都是低头族、嗯、然后博文什么的对博文我最超大的博文有姐有姐여기목주름도같이계속하수있어요어목주름도저희내용에아마아있었을있습니다예그래서목주름도이제발사로하셔도되고지금간단하게손으로도알려드리면네아까랑비슷해요이렇게잡고내리더더올리세요그대로입술을하면여기서부터쫙스트레칭되는거느껴지세요위로가라스는안죠네목이조금힘들어요여기가막타이트에타이트하면타이트할수록주름이많이생겨요그래서이거를한국여자들이다얼굴이너무빗자빗자너무 B 라인네 B 라인너무저희항상그타이트할때그뭐성공했는데 네, 네여기는아직도너무부어요네그래서사실얼굴쪽에살을빼기위해서일단가장기본적으로식단이랑이제다이어트를하시면서얼굴쪽에운동을같이병행해주시면좀더좋아요알려드리면되나요간단한동작이긴합니다자팔을하다보면점점힘들어요엄청힘들어요네힘들어요그쵸네10개이상넘어가면은여기턱과이쪽이빠글해집니다얼굴근육도 운동을같이해주시면은이제얼굴쪽에지방도많이태워지겠죠
那是什么上班之类的搭地铁可以坐吗？但是很好笑，我觉得可以耶，很方便。谢谢你。对，어떻게이렇게날씬하게유지할수있는지사실저도자세가그렇게좋은편은아니었어요 네, 네아니었어요근데이제아까제가설명드렸다시피어깨도이렇게올라가네네저계시고그랬잖아요그러니까이런어깨랑목에서근육들이문제가생기면이렇게말리고컴퓨터를이렇게이런식으로네네맞아요이렇게붓고이런식으로되죠목이짧아지고그래서이것도발사를통해서개선을할수있습니다이앞쪽에짧아지는그런것처럼이런들이이런그래서발사는얼굴만한거아니에요네목도있고팔도있고발사도있고이렇게예약할수있어요 예약이지금올해마감됐어요아今年已经没有了各位想来预约已经预约不到我也来不到了그래서지금선생님과그선생님온라인수업나못들었어요네네네한국에서하고있는이런전문적인마사지라는지이거를대만那老师的那个线上课啊，是有没有什么特色给我们分享一下？온라인으로듣지않고여러분들이그냥시술수술하시면돈이굉장히많이들어요맞아요 근데온라인으로하시면여러분들매일매일집에서한10분에서20분정도만저랑같이따라하시게되면네저렴하고효과도빠르고좋고안전하고근데헤어커가있어요그럼요방금느끼셨잖아요 많은데근데얼마나동안얼마나해야할지일단논문적으로나온거는우리몸변화되기시작하기에는한2주정도부터조금씩변화되기시작해요꾸준히하다보면그2주부터2주네최소2주부터나오기시작합니다그래서한달정도면、네、한달이전보다더예뻐질수있어요오都在里面了过去东西学到好我跟你一起好那么谢谢老师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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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再看一下效果。哎，真的。而且我觉得你气色很好哎，像素颜对不对？对啊。可是我觉得刮完之后就是有一种……它现在退红就更明显，这个法令纹好像真的就是。对。而且你现在整个脸是有一点，就是很亮的感觉，你懂意思吗？很，而且很 V 耶，就是那个线条有出来。老师蛮厉害，他很专业，他刚也蛮不藏私的，就是问一下他就。真的，而且不难，我刚看一下，就其实他就从这样按上去。对对对，马上学会。所以重点是抓到点，因为你不知道哪个点可以干嘛，但是你根本不知道可以用这个动作去运动到这些肌肉。很神奇。所以呢，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而且你可以在地铁上，也可以在家里，地铁洗澡的时候也可以，都可以。好，讲了这么多呢，目前这堂 online 的课在知识卫星上呢是45折哦，非常非常优惠。优惠期间呢，再输入我的折扣码阿伦350，还可以折350元。学会之后还可以交朋友，可以当朋友按啊，男朋友女朋友这样互相按啊，多好！真的，在家里追剧的时候就开始按起来，然后按2周之后就有效果慢慢出现。我觉得2周，我觉得值得投资。可以，而且现在45折，非常非常划算。来这边一堂课就要4000多块，还不如就拿来上课就可以学到，把知识学起来。就一辈子的，对，一辈子的东西。没错，而且它可以随时随地回去复习，所以完全不用担心会忘记啊什么。好，那我把所有的资讯呢都放在资讯啦。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一定要记得点开哦。怎么样？下一家要带我去哪里？我在考虑。你想要先看外用的还是内用的？这么多，就是这么 detail。那内用的，内用的。噔噔 ，Olivia 吗？哎，没错，Olivia 是大家的好朋友。OK， 我们的贝拉西，哪一个才是好物？这边超多的。我跟你说，这个我是当保养品在吃，这是减肥的啊，对，帮助代谢的。哎，小胖也很喜欢。就是我是觉得它没有什么负担，也不会心悸，就是当做帮忙，而且它吃完之后搭配比较快。我个人呢推荐这个，我跟你说，这我蛮喜欢的。哎，雨绮，没错，雨绮代言的，它就是可以帮助好眠的那种，哦，然后同时又减肥。我吃下来真的有一种好眠感，真的。
的、哦，可是你是容易睡不好的。对。哦，那我觉得你适合这种。嗯，就是我觉得可以两个不同功用混在一起，还蛮 OK 的，自己蛮喜欢的，推荐大家。哎、欸，这个很赞哎，他还送一个这个化妆包哎，超可爱的。你知道韩国最近很流行那种上下的那种胶囊的维他命，对营养补充，真的要。我们公司人人都喝那个最有名的。然后最近这个是新，前一阵子新出的，它是装粉，是胶原蛋白跟美白的。哦。一般维他命 C 就是让你提振精神，对对对、嗯。然后这个是美白的，所以就是你偷偷变美的。欸，人家以为你在喝维他命 C， 但其实你在变漂亮。不可能有人只是进去逛一下，立刻给我买耶！是，我跟你说，韩国女生，我们中午吃饭前大家会补防晒。进去这么重？不是，太阳很大哎，紫外线很可怕。我就觉得我今天好像没有看，我有点没安全感。就是我包包一定会放防晒棒，因为今天跟你出来换了包包忘记带。因为防晒棒它真的就是很方便，你完全手不用碰到的东西，你就这样子，然后打开来，然后拉出来，你就抹。而且它这个这一款我很喜欢，是因为它凉凉的。哎，真的哎，很凉，而且它没有黏腻感哦。小心机耶，偷偷变白。而且手不会长掉。好的，我们接下来来到了 New New， 是卖很多便宜、很平价的饰品的地方。很多女生为什么你会觉得她们看起来很精致？哦、嗯，有个原因是因为像我们一样穿这样素色的衣服嘛，像我这件也很素。对。可是她们就是会配一个，像我如果穿今天穿全素会更明显，就会配一个项链，你就是完整度会更高，你就可以跟别人不太一样。我觉得重点是价格很划算，就是人人都可以负担得起。所以其实为什么韩国女生会长得很好看？因为她们其实很便宜，不要很贵，她们就可以变好看。嗯，这个也是这个选择很大的东西。我跟你说，在台湾可能有时候给你代购，那个应该是400-500块，有可能。可是我跟你说，它才4000块。我看转过来给大家看。哦，好看耶。你是绑一个包包，头上面夹这个就很适合。天哪，他现在连这个也出了，就是弄在鞋子上的这种。哎，我跟你说，这个鞋子太花了啦。不好意思，整排耶，小姐。还有点选择困难，不好意思哦。这边是比较金色的，对不对？它就是有各种区域都是有不同的。像我个人是比较偏好银链啦，然后他们就是一排一排的帮你分类好。OK， 所以很好逛这样。怎样？这一区是什么？听你说，你有没有看到我包包上什么东西？小吊饰。对啊，这还是口红。今年韩国什么东西都要吊饰，他们就是万物皆可挂。今年就是要一定要来个吊饰就对了，是不是？好的，文变美计划怎么可能没有韩国医美？对啊，必须要有带下班就要来拿。下班，对，你才刚下班。对啊。所以偷偷变美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也会付钱。没错，你也不会发现我就是变漂亮。那你今天拿哪些是没有恢复期？哦，就是小脸的啦，那就中文叫什么 emode， 然后还有 shrink 是。shrink 是海服。嗯，然后还有 emode， 然后我打 fx 是小指的。哦，小指的。对，然后还有针。好，等一下就稍微记录一下。看一看你的效果怎么样啊？超级熟练 ，Orange， 果然是老鸟，在韩十年完全没在怕。对啊，打了就打了，打了就变漂亮了，有什么好怕的？第一关海服音波结束，如何？你想象中的？哎，不得不说，你双下巴好像有立马消吗？我觉得有一点。那为什么双下巴那边超爆痛？好的，我们贝拉做完啦，如何偷偷变美，好痛哦。他弟这个下巴好像真的已经有见效了，是哦，很低耶，比刚刚低很多，很夸张，虽然有点红，但是两三天就可以推掉，明天会最肿，所以通常打完隔天建议大家在家休息，然后到第二天第三天其实就会好很多，所以礼拜五打，礼拜一刚刚没错，礼拜一就很漂亮了。好啦，以上呢就是我们的韩国上班族偷偷变美的几个绝招分享给大家。真的还蛮厉害的，对吧？尤其是第一个，我们的那个物理治疗那个，那个真的要。那就是你在家也可以按，
就是低成本变美啦，对，然后又不用说付出很大的金钱成本，对，只要每天持之以恒，然后两周以上就会看到效果。没错，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千万不要忘记点去我资讯栏的链接，然后有折扣嘛，一定一定交朋友，趁现在募资期间超大折扣力度的时候，一定要购入。好啦，以上呢就是韩国上班族、韩国欧尼们到底是怎么偷偷变美的小秘密，分享给大家啦，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我们今天这支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帮按喜欢键，订阅我们，顺便支持我们两个的 IG 哦。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啦，谢谢大家，拜拜。